拥有一个幼稚的男朋友到底是什么体验？他在做什么？手表啊。你要干嘛？去吧。你好无聊啊！为了洗澡的时候能回我消息，于是。看我给我手机买了把伞。然后呢？我就能在我洗澡的时候回你消息了呀。能不能好好洗澡啦？太牛！握手。好握手。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，还会故意让我吃醋。干嘛？干嘛？没有痒，给我痒。没有。太假！怎么弄的？给蚊子咬的。你太假了吧，丈夫！你是不是又拍什么视频啊？你真的好假，这个弄什么假？肯定假。好无聊。连节日送的礼物都跟别人不一样。什么啊？神秘兮兮的。来。送你的七夕礼物，你打开看看。什么玩意儿？想要哦，项链，好可爱哦！靠细节拿捏住你。他还会给自己买可爱的裤子，他说这是他给我的安全感。后来我知道了，男生只有在爱的人面前才会毫无防备，才会幼稚可爱。